下次拉货我同你捆。这好家伙，半夜把人弄起来。而且是那种硬生生把人给我吵醒了。10月11号的凌晨4点，大家好，现在出发，陪老婆去常熟进货。现在通过沪疏通大桥。由于今天是礼拜天，好多人还在梦乡中，路上的车很少。来个小米粥，再来个皮蛋瘦肉粥。都在这里吃了。哎，你吃了吗？我不吃，知道。这个上面还肉吗？你还吃什么？油条要吗？麻球吧。来个麻球。这家店我们经常来吃，很清爽。吃的也舒服。就是这个拉货的命，到哪里都要拉货。不过到这里拉货蛮愉快的，有许多美女。第二车，中饭是一份牛肉汤配一个饼，吃得很舒服。满满一下，差点连车都装不下。常熟，常熟吃起来蛮漂亮的，蛮干净。马路上真的蛮干净。带一些米。继续行驶6公里。他想变道，你跟你讲。哇，疯了！数一 D 3909。这种就要让一下，他疯了。哎，我应该让他，我错了。不是，他一直在弄那个，你要不？没有，他才变过来。
江苏历史文化名城如皋。如皋岗。下午的3:01到家，现在换开大车去如皋岗装货。装完了，4:30装完货过磅了，出厂。把玻璃和倒车镜擦擦，现在货装好了，准备出发加薪了。哎，忙了一天，今天晚上到加薪可以睡个好觉了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